本节目由 White Car 视频原创制作。如果你追求的是一辆空间较大的轿车，而且预算不够追求豪华品牌，又希望爱车配置足够丰富，性价比足够高，那么你一定得看看下面这辆中大型轿车，它就是长安福特的金牛座。向来以高端配和高性价比著称的金牛座，一直占据着国内合资 C 级车市场的主流位置。车身长宽高尺寸达到了4996、1878、1503毫米，轴距2949毫米。首先从空间上，在同级别中就已经脱颖而出，像是全景天窗、方向盘换挡和全车车窗一键升级都是全系标配。顶配车型更是带有方向盘记忆和电动调节，前后排座椅加热、通风、按摩等又实用又有逼格的配置。现款在售车型价格区间在23.48万元到36.98万元之间，而且 4S 店可以拿到3万元左右的车型优惠。全系车型分为三种发动机配置， 1.5T、2.0T 和 2.7T 三种版本，均配备了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，最大功率分别可以输出121马力、245马力和329马力。顶配的 2.7T 采用的是一台 V6 发动机，百公里加速可以达到7秒。作为一款 C 级车，拥有豪华品牌 C 级车的空间和配置，且售价低于豪华品牌 B 级车，性价比十足。